是五点的事，宪兵爱两个师傅宪兵，两个军服的宪兵，四个人领导。讲你先生，你酒馆要爱找你，要请你来去找酒馆。啊，阮老爸就听到我这个代志，伊就去换衫，买白酒去买迄阵。因来，所以呢，阮老爸无法度食酒去买，所以一直到我现在咧，等伊转来食酒去买，安尼是敢是对啊？你头头三月七十来，你不爱食酒，来下来你，你那是真多吃多。